没有币怎么打呀？哦，行，我必须知道通话的内容。大将军威风八面，二将军得力先行。没听懂，有事先我加你。嗨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别动！你干什么？您请。嘿，老苏啊，你这茶叶真香。哎呀，秦爷啊，你呀可有些日子没来了。哎，现在这市面上吃的喝的都涨价了，你怎么不涨啊？煤是涨了，可我啊始终用的是柴火。嗯，好。金老，店里还有点事儿，您老慢用啊。我给您打听个事儿，敢问哪家门槛啊？不用盘海底，戴青有个孩子，对吧？人在哪儿？祸不及子孙，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你找错人了。我敬重您，再给您一次机会。说还是不说？你不讲理数啊！瞧你干的这活比帮会还脏，是特务吧？做人得讲善始善终，我从摆茶摊那天起讲的就是信，到今天我秦一海没变过，可惜了。我说，他叫佟叔叔，我知道他在哪。解救出这些企业家，是我们专案组全体同志们的功劳，特别是井格谷的林少白同志，
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少白同志，说两句吧。其实这次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大家的配合。虽然井歌谷不是什么起眼的岗位，但无论在哪里都要发光发亮。好，好，这种甘于平凡、勇于发光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案子虽然破了，但是大家肩上的担子还在。这井歌谷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岗位，但是不论在哪里都要做到发光发热。你能不能别损我了？这案子都破了还来看着我。来的正好，这些鸽子粪交给你了啊，搭把手。嘿嘿，给我安排上任务了是吧？嘿，不错，还真不嫌臭啊。你没去过乡下给田里添过肥，跟那个比起来这都是小意思。那还能怎么样，能比掉进粪坑里还臭啊？嘿，还真差不多。反正啊，不跳进河里搓搓呀，那味儿散不掉的。嗯。